一名庄姓男子步行往旗山区延平二路邮局，忽然拿出砖头怒砸提款机。本分局员警曾建志巡逻经过，见状立即冲上去逮捕。从案件发生到破案，前后只花了短短不到30秒的时间。全案依毁损案涉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。内埔工业区邮局 ATM 遭人毁损，警方到场勘查后发现整台机器被砸烂。专案小组分析监视器后发现，歹徒是预谋犯案，先是走到 ATM 前方的草丛内变装，然后持出预藏的铁锤，毁损 ATM 的出钞口，孰料拿不到钱，遂将整台 ATM 砸毁。案发后更绕行小路回家，沿途丢弃作案用工具及衣物，增加警方办案的难度。